当我检查我的小你是仓鼠，分了两窝吗？一二三四，四个吗？这里是。结果发现是妈妈把别，孩子忘是在没发外现面，吧，都在外面了。妈妈要一个个叼回去。还有呢？还有。行动艰难，一边喂奶一边捡孩子。还有两个，妈妈不要把我们忘记啊！嘿，感觉她是个负责的鼠妈妈，没有抛弃孩子们。好了，都回去了。有几个宝宝呀？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可以看一下吗？是我手机，你让一下吧，我看一看。看不见呢，你的肚子挡住了，看不见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Thank you， 这是什么？怎么这么多？肚子下面还有。家人们帮我数一下，数不清，有点看不清楚。哦，这里还有在喝奶的。这里，哎，妈妈，我们被留下来耶！又是我们四个人，又是你们四个人。又有四个小朋友被留在这里了。哎呀，我看不清楚啊，有点昏暗。算了，等长大了再看吧。你回去带娃吧，别忘了，这还有四个，又别忘了吗？拿回去。带他回去。没开二度，又开始捡孩子。还有呢。这个妈妈真辛苦。这个小朋友很努力，在往那边爬。妈妈说好累哦，刚捡回去四个，又有四个漏在外面，还要捡。最后一个，真的是辛苦了。